數碼世代讀書有咩用啫？好似你咁有部電腦喺手，撳個 Enter 就係咁簡單啫。我想我女有份嘅希望。網絡做翻調查科督查孫斌 ，Chef Abrin 單件意外，點解啫？我想我哋合作到。你走到去邊，我都揾到你哋。咁大嘅人，都知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噶啦。我会接听，你有五分钟。唔好以为自己好聪明。今日 target 问 Simon， 咩都冇理，我喺左家做事。香港好多地方都断晒网。出面的 ATM 都全部彎曬，嗰班人真係冇人性噶，佢哋又睇緊你啊！走啦！出保險！我攞得翻啲錢，你有翻個女，你講啦，佢哋發話，你話吃就吃咗佢，咁有咩問題嘅啫？考虑下啦，捉个老婆翻嚟，放低枪，俾你缠住，所有资料都无所不用。出家装 ，Daddy， 你喺度做紧啲咩啊？